男生。塞蒙蒙的人海里，一二三，走。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拜托民主会啊，拜托民主会。那我想这个祝大家演出成功，一定要演好啊。2019年，团长刘希拉带领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成员们到北京参加央视一档节目的录制。有另外一首歌曲可以表达我们对于所有国家建设者的崇敬之情，那就是祖国不会忘记。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这样一个可敬的合唱团把这首歌曲唱给我们听。近几年，这个由清华工科学霸组建的合唱团知名度越来越高，演出邀约也不断增多。这首《祖国不会忘记》是艺术团最常演出的歌曲，很受团员们喜爱，因为歌词是很多人一生的真实写照。借着到北京演出的机会，刘希拉和妻子陈晨到母校清华园故地重游。我们当时我们的管弦乐队在拉这个莫扎特的525作品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楼的后面2号楼的那个草地上。刘希拉和陈晨在清华度过了6年本科和5年研究生的大学时光。追忆过往，音乐的陪伴依旧让刘希拉印象深刻。每个星期唯一的一个星期天，我都要坐31号公共汽车进城到中央广播乐团去学琴。学完琴以后再坐公共汽车回来。50多年一晃而过，80岁的刘希拉对音乐的热爱没有改变。每周六，他和晨晨都会准时参加合唱排练，与同学们共赴每周一次的音乐之约。老同学们前来相聚，仿佛回到人生中那段最青春风华的时光。你看，哎，我们刘老师笑得特别好啊！你看，你就自然的，他的声音和他的气息就挂上了，就挂上了。再来一次，一段，请陈晨老师走。作为艺术团的钢琴伴奏，晨晨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聚精会神地关注着合唱动态。晨晨是我们电机系的，他也是发电专业的，他在学校很出名的，就是弹钢琴。金质奖章获得者，整个大学全5分，都不容易啊！每门课5分，那他又是300分进清华，这个也很难成。我
我这个人是不太管闲事的人，很少就是说注意太多注意周围的情况，甚至于什么别人对我的看法什么，我也不是特别在意。1956年，陈晨凭借数理化三门满分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当时，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号召青年投身科学事业。陈晨坚定地选择了电力专业。当时我们国家刚刚发展，电力是先行的。那个时候考大学作文题目就是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我就说我就想将来搞三峡工程，然后看到就是我要是在那个山头上能够看到周围一片光明，我就是希望做这个。老师没有给我很高的分，因为老师是文科的，大概是进入清华后，本想专注学业的陈晨被选为学校的钢琴队队长。如果是组织要求，那我就去；如果是叫我愿意不愿意，我不愿意去，我不愿意搞那个文艺活动，那你要花很多精力啊。礼拜一到礼拜五，那除了上课以外啊，搞钢琴；礼拜六、礼拜天呢，轮到我念书了。所以我就把所有的业余爱好，包括星期天骑车出去玩了，或者那个时候学校里还有舞会了什么的，全部放弃。分配他后来做我的钢琴伴奏，我独奏音乐会，所以每个星期他要花半天的时间要陪我练这些曲子，将近一年的功夫，从年初一直到年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演出。我们乐队里也讲说，刘先生，你这个伴奏可比你水平高多了，这个都是激励，就你也不能太差了。有时候排练完了就送我回宿舍了，人家觉得是不是我们两人在谈对象，结果他们总监说可能不会，因为他们三个小时琴声没断过。他们太优秀了，功课学得好，刘希拉也这么好，又啊长得那么英俊又高，拉起小提琴那么潇洒，哎呦，他们两人是绝配。这不是金童玉女是什么人，都是这样讲他们的。他就像莫扎特的音乐一样，就在严格的节奏和没有强烈的对比下，有深刻的内涵。这就是陈晨。但这声音音色比较均匀啊，来，再来一次。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艺术团里，不是所有人都像晨晨一样从小成绩优秀受人瞩目。出生在黑龙江的曹玉英有着不一样的求学经历。这个照片的后面的故事啊，对，那是太多太多了。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能把我们这个姊妹五个在这个战乱年代养育过来，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他家住在山沟沟，不是在，我去过一次，南口前下了火车，要爬山走那个山路，他多少里啊？走60里。哎呀，我那时候还年轻，我都走不下来啊。我说你住这个山沟沟，哎呀，我说太艰苦了。从小家境贫寒，曹玉英没有太多机会读书。14岁就参加了工作，成为航空工业局的一名打字员。我当时也挺满足的，但是
我要是在这个机关里头这样下去，我没有文化，我将来的路就是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家的太太了什么了了，我不想这样，我想的应该是做一个女的知识分子。1951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了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让一些优秀的具备高校文化水平的工人农民重新接受中学教育，拥有报考大学的机会。曹玉英幸运地考上了工农速成中学，最终凭借着倔强的刻苦考进了清华大学。选什么样的专业对我来讲，我是经过思考的，因为我们那时候政治课呀，就讲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呀，一个是电，一个是交通，是我国发展的先行官，那我就当个先行官吧。怀揣着那个年代的电力梦，曹玉英选择了电力专业。然而从工农速成中学考入清华园的曹玉英，因为文化基础差，承受着非同寻常的压力。那时候我们考试都是5分制，你达到3分才是算及格了，我大部分都达不到3分，2分。曹大简这工农初中中学的学生呢，我们班上也有，他们在做画法几何那工程制图的那些画，需要有一个三维的构思，他没这个训练啊，拿着那个平面图要想它立体是什么样，想不出来，抱着脑袋哭啊。当曹玉英为学习苦恼时，同学杀手李走进了他的生活。他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我要强得多了，所以他对我的学习也帮助很大。他学习很努力，只是有问题的时候和我俩讨论讨论，一般都是靠自己。他从早到晚都是学习啊，都是学习啊，除了锻炼吃饭就是学习。到毕业的时候他都是4分5分，所以他那个勤奋劲，那个聪明劲，那是我很佩服的。就这么夸我。是他是这样的。因为誓言不敢听，因为承诺不甘心，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去说服明天的命运。也许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半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83岁的曹玉英因为腰间盘脱落行走不便，去往合唱团的路途虽然周折，杀手李始终追随着妻子的节奏。你可千万注意不能睡觉啊。那当然了，所以你要扶着走。你扶着走，那你看我们这个陈布什老先生还是，你保持你旺盛的精力，保持你的体质，你不睡觉就跟着他啊，我不睡觉就可以。这地方好像是我们应该是我们的家了，好像都是清华毕业的嘛，和清华还是很非常有感情的。好，来，是来
下第一页的倒数第三行，预备起。不管这里哪里，我们都在家里多坐坐一坐。要完成和声，高声部的主旋律固然重要，低声部伴唱也不可缺少。团员们根据声音条件被分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与音色明亮的曹玉英不同，声音饱满的曹燕南被分配到女低声部。因为我们绿叶让他们的主旋律的声音更加丰满，我还很喜欢女低音，因为女低声部难唱，我觉得难唱，我觉得唱好了就更加觉得有成就感。我们这个《我和我的祖国》是降一调，低声部的。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爱唱歌的曹燕南因为音准好，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唱女低声部。我是非常喜欢唱歌的，其实从小就开始，那时候唱的最多的就是都是二重唱，我们都是唱的苏联有很多很多那种歌曲。正当梨花开遍了田野，河上飘着柔软的轻纱，他就是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美丽的春光。学生的生活也有开心的时候，像这些就是很开心的，因为我们娱乐的时间很少，因为学工程非常累，实验特别多，而且我们这个实验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实验过不了，你永远只能做这一个实验，一直做到这个实验过，非常辛苦。曹燕南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化工工程师，在学好数理化的时代背景下，成绩优异的曹燕南考入了热门的化学系。我父母呢，老希望我每个礼拜都要回家，那他们总觉得我在学校比较苦吧，吃不好，然后总想照顾我。每礼拜六我如果不去他就来接，讨厌吧。啊，你们还要穿着西装穿着那种大衣跑来看我，觉得特别丢人。而我们在学校里大家都喜欢都有补丁的裤子，我说你们这个跟我们这个学校的气氛格格不入，我特别生气，我为这些事情总是跟他们有矛盾。那个时候我对父母对子女的那种这种爱啊不理解了，我觉得你们真烦真讨厌。为了摆脱父母的约束，曹燕南约同学们成立了一个二重唱小组，每周六在宿舍里唱歌，找到了一个周末不回家的好借口。我们聚在一起，我有时候礼拜六就不回去，说好了这个礼拜六我们就是唱歌，然后我们就会把我们能会唱的从头一首一直唱到最后一首，我们还有好多歌谱啊什么的弄的，就一唱就要唱两三个小时。Thank you.
16分钟呢，那怎么行？我们到前面去打的，打的跟着走，跟着走。刚刚一个公交车刚刚开走，等的时间太长，我们就打的过去。活动一开始，练声是刘老师的事儿，然后我的伴奏，所以迟到了呢，就影响我们那么多人的那个排练的进程了。我们可以上吧？可以上吗？可以上吗？我们好，来。我昨天呢，突然一想，哎呦，好像是今天要演出嘛。那就是他都快那什么了，非常烦躁。80岁的刘希拉生活如年轻人一样忙碌。重来，那个地方你动作可以多大一点。每周除了排练，尚未退休的他还要给同学们上十节专业课。岁月催，我心里年龄现在看着，大概也就是60-70岁吧。安静啊，开始，咱们把酒来。你这个充分表演的地方，你是冰淇淋一样的，就是这样。刘希拉每天把日程安排的精确又满满当当，就像他刚参加工作时在四川西南建筑所的情景一样。天天都在全四川各个地方跑，不着陆飞行，等于就是到那里去买换张车票，报销点钱，换了车票以后马上就到下一个任务去，所以在那时候非常繁忙。1967年，刘希拉和晨晨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正值国家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号召了400万工人、官兵和知识分子，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西南腹地。刘希拉和晨晨服从组织分配到了四川，虽然是大西南，但土木系的刘希拉和电力系的晨晨都到了专业对口的单位，这份幸运带给他们的惊喜是今天的我们无法体会的。我们5年半的研究生所需要的那个专业保住了，所以那天出来以后刮着大风，春天嘛，我说咱们得庆祝庆祝，北京的涮羊肉还没吃过，咱们去吃一顿涮羊肉庆祝一下，就决定到西南去。虽然都在四川，在成都的刘希拉和在德阳的晨晨依然隔着71公里的距离。刘希拉在每周唯一的休息日都会去探望自己的爱人。71公里对我们不是大困难，坐个车火车就到了，坐火车也要1个多小时。那时候绿皮车，骑自行车3个半小时，他就骑自行车回来了。那天又是大水，大水呢就是把宝成县底下的那个就是石子啊，就是冲的差不多了，枕木露出来了。他就在枕木上挎着枕木，这么扛着车，这么一点点走过来。回来那是半夜，他不是很凉吗？我说我就烧一点糖水给你喝吧。就一下搞错了，搞了一个就欠粉，我拿欠粉给他做了一碗汤，所以他说怎么不对嘛。大三线建设，这很自然的事情，现在看来很不能想象。最不开心是什么地方呀？晨晨没有钢琴弹，在四川怎么弹？在德阳县里。
如今，晨晨和刘希拉依旧坚持着每周练琴的习惯。在德阳工厂时，刘希拉听闻同事家中有一架闲置的钢琴。钢琴在钢琴棚里，我说你这样，你能不能借给我？我爱人喜欢它，然后将来我走的时候再把这钢琴还给你。后来我这个钢琴，就是大家推着架架车，找了几个清华的同学，把它推了3里路。他们板车上面盖了一块布，然后在德阳没有别的钢琴，结果呢，路上人家问他们，他们说，拉着什么东西啊？他说是鬼鬼哦，实际上就是一个钢琴。物资匮乏的年代，钢琴比任何一餐一饭都来得奢侈。当我们问起晨晨见到钢琴时的心情，他羞涩地避开了话题。相比晨晨和刘希拉，独居的曹燕南家中显得有些空旷。好，我们要从这儿去。啊，小米啦，哆，哎，哆，哆咪，哆咪咪瑞哆哆，哆咪哆发咪哆咪。丈夫去世，女儿不在身边，曹燕南偶尔会约团里好友来家中度过一段音乐时光。眼睛会说话的人，有眼睛。把你骗到手了，哎呦，真是太便宜他了。不，他们班里面，因为班里面是合唱班，没有。那就这张呀，这张他们看见过。曹燕南的丈夫是他清华化学系的学长，在三线建设的浪潮中，他们先后被调往四川909核潜艇基地。那非常高兴，第一的吧，夫妻团聚了，对吧？作为可以在那算成立一个家，尽管这个家的条件很比较糟糕啊，很困难，住的就是这种工棚，这个家和家之间的隔墙呢，就是两层芦席，如果对方家把灯一关的话，就是我们家的灯光就像小孔成像一样的就到隔壁去了，很恶劣的这个住宿条件。但是自己觉得总不管怎么样，再苦再累再辛苦也毕竟是个家了嘛，这是第一高兴。第二高兴呢，毕竟我现在搞专业了，把我过去学的数理化全用得上了。怀揣着那一代人共有的意气风发，曹燕南和丈夫投身了核潜艇事业。我们那个基地只是核潜艇的一部分工作，我做的工作就更小了，只是反应堆里面的一个非常小的水化学这么一个角角落落。在庞大的核潜艇面前，每一个工种都显得微不足道，却又危机四伏。长时间试验，核辐射带来的损伤不可避免。我们要三班倒的，因为反应堆一运行了，它24小时不停的，比如3个月啊，几个月，那么你就一直要跟着它取样分析啊，要看这个现在的状况怎么样，然后还要研制一些分析方法，要接受一些剂量。909基地得癌症的人是不少，但是你不能由此来说这个就是职业病，这个不能下结论。
但总之他是不幸，他总归是他这个遇上了癌症。排练场的角落里，口琴队的成员早已就位。每周六下午，组长严成昭和团员们都会提前半小时到达，抓紧合唱前的时间一起排练。50年前，严成昭从清华最热门的化学系毕业，响应三线建设号召，背起行囊来到贵州有机化工厂。当时我们离开大学的时候的基本的思维就是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分配的时候就没有想过任何我要挑三拣四的，就是给我一个通知我就去了。而且当时能够给我分到一个大型的化工企业，跟我专业基本上还是对口的，我心里面感到还是很开心的，要去真正好像要去干一番子事情。山川纵横挡不住一颗颗年轻的心，怀着同样的热情，一批毕业生从清华出发，跋山涉水奔赴祖国腹地。那个时代的和现在的时代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是自己站在最艰苦的地方。当时别人分配的时候，老师问我你有什么要照顾的吧，我说没有，那个时候是豪情壮志。路啊，就是山两边都是红土，就这么个印象，咚咚咚咚咚颠得去，一片荒山野岭啊，给它推平啊，推平的建厂的。哎呀，那工人师傅看到我们干活的，哎呀，小王不错，小腿肚子等等的，你这个有力气。我的计划再跟你说一遍，就是原来传给团里的107张照片，就是我准备做相册用的，然后后来又补充了一些。你赶紧买相册呀，这些照片已经足够足够的了呀。你为什么不提出来买相册啊？为什么到现在不提出买相册啊？来得及。不是来得及的问题，是你那白花功夫左一遍右一遍的翻，翻这个照片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做相册，他认真到是坚决不能够违背他这个，他这个想法。所以我做了一个60页的相册吧，做完以后他说返工重来。我说我这60页多不容易给你做好了，你让我返工重来这个事情，最后还是他认真到这
必须返回重来。我就按照他的意见，一页一页改，一页一页改，一页一页改，最后到他满意为止。他工作也是这样。1964年，大学毕业的曹玉英回到黑龙江老家，为大庆油田建设发电厂。那是我们黑龙江省电力系统的大拿，这是黑龙江省的土话，叫大拿。什么叫大拿？就凡是有重大的这个安全事故，都要非得找他，他带了一帮人下去查。我带了两个人。他这个工作就很艰苦了，当时的电厂都是在山坡上。有时候是4点钟或者是12点钟来电话了，说哪儿哪儿发电厂出事儿了，你得去了，你得赶紧的，那我就得爬起来。那冬天真是很冷啊，出口气。这边上都是那什么？边上都是霜。霜。你投产看到的是什么？投产了。你看到的是大庆油田那个磕头机，一个一个的建起来，都在这工作，你开不开心啊？你要是没有这个电，他们也运转不起来啊。我完成了，我尽了自己的努力了，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干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的一种习惯，就是。一个人的价值的衡量，最后是看他工作多少，奉献多少，而不是看别的东西。反复听这个好了，搿只反复听一遍。啊，就这段。水木沾金黄。受到上海校友会的邀请，柳希拉要为即将到来的校庆录制一首新歌。就是2017年的时候，正好上海校友会那个换届，爷爷奶奶辈变成了伯伯婶婶辈，这个校友为此呢，就是这个为这个年会啊，就写了一首五律诗词，是吧？如果我留下来唱这个歌，像我吗？不像我，像我们那一代人吗？不像。神龙东入海，水木沾金黄。好，那个滑那个力度不够，再来一句啊，再来表啊。神龙东入海，水木沾金黄。可以，这种小调跟我们那个气势没法比。我真是
就是说我没法说。1998年，58岁的刘希拉结束了漂泊在外的生活，调回上海老家，成为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教授。平日除了上土木系专业课，刘希拉很喜欢和年轻的同学们交流职业理想。我们这一辈子将来会过得非常忙碌，因为是牵扯到整个中国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你们也可以谈对这个东西什么看法，可以各方面都谈，大家随便聊，好吧？提提。我有时候其实会很迷茫，包括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财务自由。坐下，坐下。啊，好。我们那个时候当然想问题可能比你要简单一点。我们那时候搞那个管仲，什么原因？就是国家没有木材，没有木材要盖大量的厂房，厂房不盖起来，毛主席睡不着觉。这件事我们要当件事情来做。你们现在稍微复杂了一点，复杂对简单来讲是进步了。但是也要注意，我们那代人还有点优势，我很单纯，总是想到国家需要，只想到我还有这个优势，我就要去拼。时代飞速更迭，年轻时斩钉截铁的理想，如今在后浪面前，似乎正随年华一样老去。前些日子女儿生病，曹燕南前去探望，这成了母女间为数不多的相处时光。现在嘛，每年见个两三次吧。这是我女儿，这是外孙，这是女婿。我这孩子颠沛流离的。1974年，曹燕南把刚出生的女儿托付给父母，独自回到川南工作。再次见到女儿已经2岁了。高中毕业时，成绩优秀的女儿果断放弃了报考大学，选择做一名国际航线的空姐。我当然不同意她去东航了，我说你放在这个那个豪华的学不上干什么？那我怎么跟她说她都不听啊。他说你看看那么多亲戚里面谁像你们那么穷的，我说你只是看那个表面现象，我们不穷。但是他就是不理解。他就是不理解。工资他大概7-8千吧，我大概我有没有1-2千哈，可能都不一定有。另外他们飞长航线都是拿美金的嘛。但是我觉得我说你这个好只是暂时的，但是我们就经常就是啊，不投机，话不投机。